你不是三个，你给我一家，三川阿姨，想啥子不得行嗦？我都等胖了。走，老宽，哦，这个等出来快点儿啊！哦，不忘带牛奶。哎，你屋头就吃辣条的嘛？就是因为刚才吃的辣条太辣了，所以我想喝甜的，把辣味压下去噻。耶，你个娃儿老乖，打得有点滑哦，啊，嘿。 刚才他吃辣条的时候，嚯，今天给我说的要吃酸的，哎呀，太辣了，吃点酸的来调剂一下。哎，你等会儿得不得又说这个牛奶太甜了，要弄点咸的来综合下来。你咋晓得呢？一天吃脱我个清一色。走走走走走。要几对麻饼儿，三个钢丝床。还有啥子？你杨子健，再到人家你去，我把你打成麻饼儿。 走远些说。哎，同学，你啥子时候悄悄咪咪是闹大个儿啊？哎，同学，该不是你的私生子嘛？喝啥子喝？那个儿是我的私生子嘛？我要是有这么个儿，我起码少活20年。哎呀，这个是我姐的娃儿，我们姐到泰国去晒太阳去了，就把这个娃儿就寄放到我屋头。哎，你不要看这个娃儿小，那是人小鬼大。 慢点儿，莫跟紧了。彪总，我们一天跟到他咋子嘛？到时候他晓得了，哎呦，我们是跟踪狂。所以说这还得开慢点儿噻。等会儿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，嘿嘿，表示我们的相遇好有缘分吧。慢点儿，慢点儿，慢点儿，我紧张的很。哎，紧张啥子紧张？慢点儿，慢点儿。 你也抓子？小屁孩，滚滚滚滚滚！你不要我喊你胖娃儿，可以呢，你给我买一瓶娃娃的。嘿，你是哪家的娃儿了？我认都认不到了你，给你买望子牛奶。不买呀！不买！不买一会儿后悔的。哇！哎呀，小屁孩，你干啥子？叔叔，我把他裙子拉起来了，你看到没得？ 小娃儿，不是我，只是个小娃儿来的，不关我的事。你不要跟我解释，我不想看了你。哎，小娃儿，哎哎哎哎，哦豁！看到没得嘛，胖娃儿，我都说了，你会后悔的。哎，高天亮，你看那个死娃。
这个智商东西跟年龄没得关系。哎，表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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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
子，等一下，坐几分钟，坐几分钟。那我在外头等你。要得，要得，要得。啥呀？一批密码呀，密码呀。你老板，你换个啥？咱俩跟我和小腿逃一趟，我和小腿啊从来都没同时出现在一个画面里面。哎，别胡说，他是北京的嘛，咋个找我？你不管嘛，北京都北京，你们想要找国都，找国都。咋子嘛，姐姐，刚才那个胖娃叔叔是不喜欢你啊？你真的是人小鬼大哦。姐姐，对不起嘛，刚才都是那个胖娃叔叔指使我干的，他说只要我干了就给我买旺仔牛奶，结果他根本就没给我买。姐姐，你这么漂亮，我要当你的护花使者，要是那个胖娃叔叔再欺负你，我就报复你。你真的是太乖了，我这儿刚好有一瓶，奖励你。谢谢姐姐。姐姐，你长得这么好看，简直就跟仙女一样。你嘴巴咋那么甜啊？来，姐姐亲一个。我带你去买冰糕。好的。哎哎，彪总，走。彪总，你看，我照这张照片照的beautiful的。彪兄弟，哎，你照的照片太beautiful了。彪兄弟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你抓住，你看。那个打起出来还是多好看的嘛，哈！彪不彪得不？彪得不，彪得不。高亮亮，你说我得不得太变态了？还答应那么多？咋会了，彪总？你想，人家鲁迅先生在那个桌子上刻了一个“早”字，后头啊编在那个语文课本里头，还成为我们的榜样。你这个照片啊，就跟那个“早”字一个意思。哎，把你钱包拿出来。咋的？当当当，看到没有？我还专门给你打印了一张小的，把它放在你钱包里头。每当你追马有点追得泄气的时候，拿出这张照片一看，哎，那就跟打了鸡血一样，精神抖擞，重新出发，最后达到幸福的终点站。好，那个弄得好。哎呀，我一定要让那个照片啊成为现实。要让马小头出现在我们家的户口本上，死了哇！要埋在我们家的祖坟里头。太晚了。哎呀，我可是横看竖看，上看下看，左看右看，紧看慢看，都有夫妻相。对对对，彪总，这个老叔，你跟马一份，你们两个简直就是天造地设，天长地久，天造之合，天荒不老，天行诡异，天长地久，这个天不地的，天翻地覆，天诛地灭。你说啥子？不，操，说快了点儿。总之一句话，你们两个绝对不会天各一方，一定会天随人命。哎，要是马一份成不了你标准夫人，我以后改名叫。泰神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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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一定不能让你成为泰神。走，拿回去贴金。哎，我车啊，哎呀，车在茶锅头，
你看你们的啥子脑壳？你左脑壳啊？我开了车出来都搞忘了。这不是搞忘了？你姑娘就坐一下。这。哎，你干啥子？骂我两口。骂我两口？不要在我车子高头吃烟哈！我最不管别个在车子高头吃烟，整的车子都是烟味道。没事。好高端个车哦，一个烂电瓶车嘛，请问哪儿来满车的烟味呢？哎，咋回事啊？这停汽车的地方，你们把电瓶车停到这儿咋子啊？赶紧摇起走，我们马上走，马上走，马上走，马上走哈！走了哈，老板儿。哎，慢哎 ，beautiful， 小我是咋的？哎，你不要打我哟，不要影响我安全驾驶，晓不？那你放安全带没？你不要打我！你开的啥子车子？认不到嗦，电瓶车。我就瓜兮兮的，你才瓜兮兮的，走路的时候不看到。进海堡，进海堡。来了来了来了！哎，小头，哎，回家啊？表上喝的还那么甜。抓着哦！哟，哎，被人压了个啥子啊？哎，没有，哎，我们在这儿晒太阳，哎，对的，我们在这儿晒下太阳，我们接下地气。我们刚刚一直在这儿晒太阳，补点钙。补钙？我看你是缺钙哦，怎么臭臭的？哎，你们两个神臭臭的在那儿躺起来是舒服嗦？舒服舒服。那儿躺着晒太阳嘛，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噻。哦，你们两个的幸福建立在我的痛苦之上，你晓得不？草都被你们压死了，快起来！你说话笑人呢，那你种的草不拿来躺，那你种仙人掌嘛？哎呀，你几句话闹着嘛闹？我原来草这草全是你木头的啊！我是管这边草坪的，你们把草给我压坏了。不敢我负责说，把那个压坏的草的钱给我赔钱，赔钱？哎呀，我跟你说，我们彪总啥子都缺，他就是不缺钱。为什么？彪总嘛，随便赔。你给我起了哟！哎，不要，不要了哟！哎，你彪大叔，我以前嘛觉得你没啥子文化嘛，哎，至少人品还将就嘛。没想到你这么没得素质，你要是再不起来，我还都不理你了，你起不起来？小朵，我还是再躺会儿，哎，再躺会儿。嫂子，我们走。哦哦。小朵，我啷个说你嘛呀，彪总，猪脑壳。哎，不是，小朵，小朵。小童，我是有苦衷的啊！哎，再不起来我要报警了哈！哎，彪总，我起来，马上在那儿走了。走，起来，起来，收起，收起，收起。哎，哎呀，师傅，哎，对不起哈，我刚刚躺那儿是有原因的，草压坏了，你刚刚说赔钱。哎，大哥，你们喜欢晒太阳噶？我那边还有个花圃。要不然你们到那边去躺会儿嘛，哎，还可以自拍一张啊，还可以写一个“人在花下时，做鬼风流”噶，啪哟！那你们改天过来躺哈。你看嘛，你看嘛，你出的啥子馊主意嘛？现在马小兔不理我了嘛？那我咋个当我未来的夫人呢？啊？我说的是个胎神呢，
你确实是个胎神，胎神。彪总，你咋可能怪我啊？你要怪嘛，你要怪刚才骑电瓶车的两个嘛。啊，他们两个才是胎神，胎神。给你，给你，还跑哪儿去？给你。我们从那边绕起走，等会叫钟头看到那个了，我们就麻烦了。给你。看到我跟看鬼两样的，龙儿，走了，人家马虎跑了几班子嘛。我才不得走的，我今天手气这么好，我把你们一安逸，赶紧上厕所。厕所不那边有的嘛？这边这个厕所坏了，我绕到那边去上那边个厕所。哪个的？找天天那个背时玩的嘛。过去过去。来，天天。啊。拿回去都贴起，到时候我说我带些啥的。胖娃，你东西掉了。啥东西啊？这个你这样是。你这小娃儿呢，还懂你嘛嘛？谢了。哎，咋子，彪总？彪总，我们的车是在这儿了嘛？嗨，你个小娃儿。你刚刚摸向我都没找你算账，你现在又弄那个来电我，我整了你吗？我惹了你吗？你没惹到我，但是我就是看你不顺眼。你如果你不想让我找你麻烦，那你就把手上的纸给我。我要纸给你啊！我要把这些纸折成千纸鹤，送给我的女神。嘿，你个小娃儿牙齿都没长整齐，你懂不懂啥子叫女神？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，开开。把纸给我嘛。快走快走，给我嘛，给我。哎呀，让个听话小明。胖娃，你钱哪掉了？不要了不要了，送给你送给你，你小娃儿板眼儿多。送给我了，这胖娃还大方耶！我们一起打麻将啊，家家都过二五八呀！哎哎，等等！哎呦！我呀呀！哎呦，爸爸，你咋着？你慌得很咯啊！哎呀，你看，你们胖妹刚刚一走，你就来，你们俩是无缝连接，说太慌了嘛！嘿嘿，是噻，像什么低碳环保、健康意志的运动，我肯定要争分夺秒的参加噻！把我一点钱了，哎。老婆啊，你来都来睡起了嗦？睡起了，等会儿我迎来挺起，你们不要哭。哎呦，早都到了，你还迎来挺？早。哎，来过我，来过我。哎呀，把车停下，搬砖哈。我们一起打麻将啊，家家都过二五八呀，二五八，三六九啊。咦，还有个暗恋优质，哇，这么多的钱！我老汉说的，女人最爱钱，我要把这些折成千纸鹤，送给我的女士。八筒，哎，八筒，数分走了。哎，来来来来来，我大侄子盖儿，我也说一个，哎，啥东西哦？你跑双响是吧？切，啥子双响哦？是三响。我也服了，听你再带根儿。
鸡皮。大妹子带根儿，素粉儿。哎，马后炮，你这盘走远了。哎，马后炮，你个名字没起好，炮炮炮炮炮炮，坐你坐到炮台上头的。不是，马后炮，今天你胖妹儿把我们三个撵安逸了，你一来就对了，连本带息全部吐出来了。你那个运气平。但是我就喜欢跟他在那打麻将，跟你在一起打麻将啊，体现出我是高手啊！喜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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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喜欢喜欢我要撇了，我昨天晚上捡了5000块钱。啊？你啊？啊？你哪捡的？梦里头。切！切啥子嘛切？说不定我就真的捡了5000块钱，我买他一台高级手机电脑，一台拿来打游戏，原来那台拿来上 QQ。就不拿给我胖妹儿用，让她一边2块钱。哎呦，买台手机电脑你就高兴这个样子，你太不得追求了嘛！我要是捡到5000块钱，我到商场去买一大堆名牌化妆品，买齐，搁到那儿不用，放过期，我还是有大宝。哎，还有，我还去买一大堆旺仔牛奶。哎呀，最近喝它喝上瘾了，让我一次。我唱起来了，哎呀，现在说实话，这越活越转起了，这个娃娃家的口味都变了啊！不乱说，人家旺仔牛奶是高品质进口奶源，喝得放心，吃得安心。你说我，你咋追求呢？我对喝的要求那是相当的高啊！我跟你们说，我要是有5000块钱，我就去买他几瓶五粮液。啊，哪一瓶我专门拿来泡脚，剩了几瓶我就拿来洗脸，反正就是不拿来喝。哎呀，你们三个硬是，大白天的还做白日梦着？哎，咋个就不能做白日梦呢？啊，如果这真是一场梦，我睡错了我都要笑醒，是吧？二排，哎，在那儿跑。拉来。哎，这头位啊。真的，来哟，你说。加，我来，我这一个，十个。